想知道吃什么料理会让你长得高吗？你这个溜牙的程度，一看就知道真的有在做菜。有，我每天早上5:50一定起床，而且这一道菜就是我们家每天的早餐。这真的比外面的三明治营养太多了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:15，料理天天就在悠悠 TV。